你怎么会在我家？我怎么会在你家呢？怎么在一块儿啊？昨天晚上我们俩喝了点酒，喝醉了就睡着了。你们睡一张床吗？那个床其实还挺大的，睡得很开。你们俩怎么睡一块儿了？为啥？睡在我床上的兄弟，别动啊！有什么好拍的？快上！给我！你别过来！你别过来啊！在场我发朋友圈了。啊不行，笑死我了！快给我讲讲前因后果。快，真的！你还给我！你要敢杀我，就敢把你也杀了！还给我！还给我！王林，有时候你真的是太八卦。多珍贵的照片呀！谁让你抢我手机了？手机是现代人器官的延伸，这是犯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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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喊了，就算你喊破喉咙，也没人会理你。好了，好了，方林，咱们还有很多会议筹备的工作要做，我看，要不先回学校吧，你说呢？嗯。你跟洛言昨天到底聊了什么？我都好奇死了。方林，你不是想问这个吧？啊，你都猜到了！我的天，我都震惊了，那个画面真的是太和谐了。麻烦你别想太多好吗？朋友而已，睡一块多正常。哦，过一晚上就成朋友了？睡在一块能成为朋友，打一架也能成为朋友。麻烦你停止脑补好吗？一曼，你怎么回来了？怎么，好像不像我回来似的？不是。这个气场是要吃人吗？你们先聊，我走了。说是回国学术交流，你不会就为了他吧？你回来，就是为了跟我吵架的吗？干嘛突然给我买水果啊？是想让你多吃点水果，对皮肤好，争取把面膜导致的损失挽救回来。你的情话真落眼。方林，啊，帮我检查一下今天的会议视频有没有问题。好。喂，方林。喂。但荧光染料本身因聚集而引起的发光不稳定性，芳香集团固有的缩水性等特点，往往会降低发光的强度，以及在生物说的什么分散性。你们有话好好说。才回国几天功夫，就起有说有笑，忙里忙外的。你们倒是挺有缘分啊。黄林，黄林，你误会了，这是辅导员安排的学生工作，巧合而已。拜托你说话别这么含沙射影的。巧合？我看都是有些人制造出来的缘分。你不信你可以问苏晴。巧合吗？不是吗？你不是缺考学分没拿够吗？所以我是想说，
如果你能参加这次会晤工作，就能多拿点时间分，也算是一个弥补。没提前跟你说，是怕你想太多。你有没有提前跟我说呀？你就不怕我想太多吗？我就是帮朋友一个忙而已，有必要这么复杂？到底是谁把这件事情搞得复杂的？还有你，你缺考，你缺男朋友吗？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我跟他只是同学关系而已，而且我不缺男朋友，我有男朋友，他叫洛言，是计算机学院的学霸。那又怎么样？有的男朋友有和没有也没什么区别。我很爱他，所以我心里不会再有别人的位置。你也不用担心我跟付翔之间的关系。我们先出去一下。这个傻子，你拦着我干什么？我又不会打他。你能不能理智一点？他有男朋友了，你有我，你在想什么呢？他有没有男朋友重要吗？又是缺考，又是学分不够，真有本事，我比他学渣多了，怎么不见你给我补补课？我算是知道了，装柔弱，扮可怜，他的段位可是比我高多了，我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你到底还想怎么样啊？干嘛？有话跟你说。你要说什么？说吧。把安全带系上。你要干什么？别紧张，兜风而已。没有这个必要吧？弱了吧？你是不是？你是不是要谋杀我？你别吐了，行不行？你现在一定特高兴吧？觉得报仇了？我还没哭，你哭什么呀？你不就是纠结我跟苏强怎么怎么着了吗？真是冤枉死了没有的事儿。你别哭了，行不行？分了算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想了一晚上，这样下去谁都不会开心。那我岂不成罪人了？不是因为你，是因为苏强他自己。我以前那么讨厌他，就应该一直讨厌下去，现在也不会有这么多不开心了。以前为什么讨厌他？我高中时我成绩很差，当时班里不是有那种学习互助小组吗？苏强很不幸成了我的学习监督，那不很好吗？天哪，我就没有见过他那么较真的人。因为我当时沉迷游戏，他就出入各大网吧狙击我的行踪，追着给我补课。但是，我当时真的太讨厌这种学霸了，
没好好跟他说过一句话。有一次周六晚上，我记得很清楚，9点多了，他又追到网吧找我，还跟当时玩游戏的朋友打了起来，我一下就懵了。啊，然后呢？然后他就拉着我逃跑了。妈呀，好 man 啊！也就是那天晚上，他硬逼着我记住了他的手机号，然后每天放学回家都跟他汇报家庭作业跟入睡时间。那是我长大以后第一次感觉到有人管的滋味。从那以后，苏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开启阳光，然后照进了我的心里。既然那么喜欢他，现在又要分手，是不是太欠考虑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之前我一直以为你是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现在我知道了，最大的问题是他不喜欢我。对不起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但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觉得苏强是喜欢你的。我跟他在一起这么久，他从来没有像你今天在办公室那样毫不怀疑地说出爱一个人的那种话。什么情况？该不会是……什么？带我去玩密室？太好了，我好开心。哇，太好了，我们出发吧。这是什么鬼密室啊？也太难了吧。解不开就永远别想出来了。这不是被否决的坏结局吗？一定是最近开会开太多了。你们俩没事吧？伊曼有时候是有点任性，今天晚上害你这么晚回来，对不起啊。没事。给，你落在办公室的手机。苏晴。怎么了？我们分手吧。什么？我说，我们分手吧。我没有耐心了，我也没有热情了。我现在就像在修理厂的炼油车一样，熄火了。
苏晴，啊。怎么会弄成这样？洛言，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现在哪儿？我在宿舍啊，你呢？你这个头发哪儿弄的？这个啊，这事别提了，我先去收拾一下。呀，我现在一会儿觉得自己有罪，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无辜。但归根结底，我就是成了他们分手的导火索，这种感觉太让人崩溃了。你还笑？你笑什么呀？我一想到你们两个蓬头垢面的坐在救援车里回来的画面，就想笑。别犯愁了，要不这样，这边公司赠送了好几张录音券，后天正好周末。我早点下班，叫上苏启阳和劳玉曼一起，我们去露营，也聊聊这件事情。怎么聊啊？坐下来只会大眼瞪小眼，不妥吧？他们这么欺负你，我可不会放过他们。啊？傻瓜，这个你也信啊？他们自己的问题，肯定要找个机会来处理一下。再这么下去，他们难受。你不也难受吗？嗯，我想想。我觉得劳伊曼说的没错，有时候缘分确实需要有心人安排。你这话听着怎么这么奇怪啊？你怎么知道他说过这种话？和苏启阳还不说话吗？都分手了，没什么好说的。但我发现他想找你说话，哎，你没注意到吗？今天从一见面开始，他就一直偷偷的看你，搞得我跟洛言跟电灯泡似的。你别搞事啊！我跟你说，我今天来完全是因为答应和你一起体验露营。你倒好，一点风声不透，把他也叫来。你故意的吧你？冤枉啊！不是我找的他，是洛言找的。我说真的，你看，你看，是不是？没错吧？而且，你是不是喜欢吃秋刀鱼？今天买食材的时候，他还专门跟老板讨教烤秋刀鱼的窍门。当下看的我呀，感觉吃了成吨的狗粮。住手吧，去把你该干的事情干一干，该谈的恋爱谈一谈，放过我也放过方离。我和他已经170个小时没有好好见面好好说话了，体谅一下。你真想就这么错过他吗？谈恋爱要是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就好了，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好吗？就那天，你说完分手之后潇洒的走了，苏强特别难过。那个场景啊，闻者心酸，见者落泪。方黎，该吃饭了。啊！而且啊，事情过去这么多天，他肯定有很多很多话想跟你说，但你得给他这个机会说呀，对不对？哎，再说吧。他犹豫了。看来我得再发发力，
我听伊万说你们之前也是同桌呀。前后桌。啊？我听伊万说之前你还帮他打架，英雄救美来着。方林，你过来帮我一下。嗯。戏份太窒息了，还是你来吧。你也太没有眼力见了吧。你想做什么呀？我明白了。这新鲜的口感，洛比特，这肉没熟，你知道吗？好吃吗？为了他们，再忍一忍。超级好吃，好辛苦啊。知道我喜欢吃这个，还特地给我烤了那么多，来，你也尝一口，让你自作自受。好吃吗，亲爱的？别想打退堂鼓。香。我吃饱了，我过去走走。怎么没熟就给我吃了？你们，别跟着我。方林，已经收拾好了，进来吧。要不我还是跟劳伊曼一个帐篷吧。我可不想和苏启阳一个帐篷。那好吧。洛言，你喷的这个是你平时经常用的那款香水吗？我怕帐篷里有味道，所以喷了一些。挺好闻的。我说的这是什么话？还是闭嘴吧。那我关灯了。我现在就走回酒店。你们，你怎么了？你走，不用你管，我就摔死也跟你没有关系。是这疼吗？不用你管。一曼，
我知道我不知不觉中伤害了你，对不起。你说什么？我爱你。没关系的，虫子是大自然的好朋友，别害怕。快把它们扔出去吧！又一只。你准备想抱多久？把这几天欠我的还给我吗？你还是。先把虫子扔出去。好。他们回来了。又有虫子了。嗯。